人識嘅劉總，劉總，我 Danny， 我係今一屆嘅會長，我而家好介紹下我嘅再次會長，會長行出嚟見大家，大家見靚仔先啦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多謝各位仔啊！都是，咁仲有阿董哥，啊，然後唔好問你寫字嘅 Alex，好似我着嘅咁，喺中國會一件衫，咁都同中國會要溝通一下嘅。咁其實仲有啲誒幹事今日未做嘅，咁可能晏啲啲咧。阿波，啊咁。